见缝插针，而且听说他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人类。哇靠，哇超爽的哎，超爽的。什么？王伟和佩佩开始约会，杨根之日如转而向恩恩揭开伟的阴谋。恩恩此时终于恍然大悟，决心戒掉游戏，也努力去挽留佩佩。然后连胜文先生请到后台集合，连胜文先生请到后台集合。